行きましょう。じゃあ行こう。有冇收到我寄俾你圣诞卡啊？你年年都咁有我心噶啦。咁你就唔好咁屎忽鬼，教我招老大嚟杀我啦！下个礼拜我就翻香港整镬结嘅，同阿勇揽住一齐死。当年佢为咗讨好我，竟然将自己心爱嘅人都介绍得俾我。你话呢个人几冇人性？唔好再咒我老公啊！你成三十岁人噶啦，一路咁暗恋济哥都唔系办法噶。你唔好理我啦，鬼叫我中意佢咩？诶，济哥，鞋带得咗啊！玉哥，饮茶。我系你大佬，你跪得低，我受得落。你开枪打死我，你点向阿伯交代？我自己问自己，做错啲乜嘢事，生咗你咁嘅衰仔？我敬大家一杯。大家话佢啲咁嘅行为抵唔抵死？我而家就处死你！一收到风，你阿仔翻嚟啫，就惊到瞓唔着，出入要十几廿个傍住你。做人做得咁辛苦，不如死咗佢啦！你个死仆街仔啊！死仔，死仔！想起你以前斗生斗死，真是戆居。世界不同啦，而家乜嘢都讲企业化，大家都仔大女大，唔通喐啲都讲打讲杀咩？记得攞件大冷衫出嚟着，忍住冷亲。安仔大个仔啦，阿爸唔喺度嘅时候，帮阿爸照顾妈咪，知道吗？刘宝仪，整定我李阿姐要冚家产，冇办法。张顺，你准备帮我收尸？济哥，济哥。